好了 ，OK。这是我们的夜鸭王百天黄金，这是80几公里的。这边是电源开关，然后这边是温度控制器、时间控制器，手自动转换、紧急停止。首先是打开电源开关，设置温度，这是增加温度，这是减少温度。然后我们把温度设置到200度，这是时间。这也是调上，调下可以增加温度，调上可以减少温度。然后这是时间，然后把时间设置到35秒。这手自动转换，这边是手动，然后这边是自动，这是紧急停止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头板。35秒呢？正常的话不是25秒吗？液压比气动它有一个缓冲的时间，所以比气动要长一点。它上下板就是说贴合的时间需要10秒钟大概，一般应该是8秒钟。好，它自动会时间到了，自动完成了，直接可以把它清出来。Okay.